一二三，一二三，现在听得到了吗？刚才好像是有点问题卡，一直很卡。Sorry， 那我们换一首歌吧。现在你想听什么？它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喷泉，看到没有？还挺漂亮的。我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小一点哦。想听什么呀？伴奏可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点歌哟。还卡吗？不卡了吧？嗯，还想听什么啊？这边来，这样，对，好嘞，我再看呀，不卡了我。佛系少女，行，那就佛系少女吧，那就开场给大家唱个佛系少女《东郊记忆》，走。哦，谢谢我们的由生若梦的金色嘉年华，谢谢。哦，耶！我今天我并没有提前预告，不打光，我们没有打光，我们就直接这样，因为相机对光确实要求很高，你知道吗？本来是想用手机播的，但手机没法实现，所以就用相机了。佛系少女送给大家。再来一次，佛系少女，开始。谢谢路飞，谢少帅，谢声卡姐。太心思动作了，我失了忆。每天都是星期七，赖在家里学舒兰零点一点苏诺伊，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上拉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色女系，而我多了一个 G， 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碎电影，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后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尘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枸杞，人生苦短迟早如意，干杯吧为了友谊。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色女系，而我多了一个鸡，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碎电影，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说你最喜欢原汁原味，而我就像是你一个累赘，为了爱我放弃你学不会，别管我让微笑一直伴随。我说我最喜欢你的滋味，因为你我可以整夜不睡，等到你遇见你这个机会，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你说你喜欢色女系，而我多了一个 G， 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碎电影，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谢谢大家的点赞哟，我们现在已经127万点赞啦。我刚看到，我
今天这个光确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光的，没有光，而且我们是用相机在播，就下次就用手机了哈。相机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吗？就是动起来也很笨拙，但是没有办法。嗯，下次就用手机会方便一些。谢谢老 Q。现在在东郊记忆啊，哎，这里好多小猪猪啊，这里好多小猪猪，好可爱。看一看，看得到吗？东郊记忆好多美女。嗯，我刚看到有小伙伴说让我去买件衣服，不是，主要真的这个光很奇怪啊。现在是7:10，因为7:10的光呢，成都的光，成都的天还是亮的，所以大家不要诧异，不要诧异，是这样的。我们在这儿找个地方坐一下，哎，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儿来坐一下吧，喝点东西，坐在这儿。哎呦，你在这儿来。Hello， 好啦，现在我们在这儿坐着唱一会儿哦，有点累了。嗯，不卡顿吧？来一首，我想来一首《少年》，好不好？少年，少年，少年。我看到有小伙伴让我换衣服，这样吧，因为就我们现在是在东郊记忆嘛，我们如果1000万点赞的话，我就在这里找一家服装店，然后你们帮我搭配一套衣服怎么样？就看你们点赞的手速了。你们点到1000万赞的时候，我就随机进到一个服装店，然后你们帮我选套衣服，我就换上，好吧？可以。等一下啊，时间只不过是看
上角福袋再参与抽奖哦，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左上角抽福袋，我们猜起来会福袋送不停哦。对，福袋送不停哦。对，在东郊记，就这个距离差不多了。然后你晃一晃，成都是啊，还是白天呢？我说话了呀，可以慢速小点吗？关注加团，左上角福利送不停，1000万点赞我就去直播。我想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做一个直播挑战，你就操控我。Hello， 分享分享。看一下这边，就我选择一家服装店，然后走进去，然后我们相机扫到哪一件，你们说这就这件，然后我就穿那件，然后买下来给你们直播，好不好？行，就这么定了哈，就这么定了。我到等你们到1000万点赞啊，现在还有200万，还有200万的点赞。关注加团，左上角福利送不停哦！现在左上角可以关注我的直播间，谢红绿灯的黄小黄，谢小黄。昨天小黄人就是线下真的特别好，而且很温柔。谢阿炮。唱个什么歌呀？我们现在来唱歌吧。等大家到1000万点赞，我就去买衣服了。哇，这边好漂亮啊！哦，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了。哇，这里好有特色呀，这个建筑。你现在直播间25万人啦，冲30万人哟。大家给我屏幕点点赞就可以了。哦，这已经1000万赞了，这么快吗？好，看来你们是很想操控我去买衣服是吧？行，那我们找一家店走。走，现在去找一家衣服店。那我必须得满足你们，但是你们不能挑那种特别性感的衣服，不然直播间会被封哦。那就 in my way， 因为这次我直播我没有跟大家说我在哪里播，因为上一次那个人群太可怕了，所以我们直接偷偷封，偷偷猛的一下开播了，让你们猝不及防。哎，这里有一家服装店，走进去，马上就进去。让你们帮我挑一下吧。我看到有个小伙伴说什么挑一件衣服，然后在店门口唱一首歌。行，不要搞得屏幕看不了，平常屏幕看得了呀，是不是有点晃哈？这单反是不方便的。行，买衣服走吧，跟我走。哎，来来来来，我先问一下老板。伴奏可以关了吧，音乐可以关了吧，说话。看一下啊，哎，你们看一下这些哪些好看，帮我选一选，帮我选一选。这个怎么样？这个是裙子吧，这个有点太露了吧，这里你看得见吗？拍得到吗？好的，这个也有点太成熟了，我觉得你们帮我选一个吧，来扫一遍，看看你们想要我穿哪一件衣服呀？我觉得选个上衣就行了吧。这些都好性感呀！哎，我这里咋这么卡呀？好像没有适合我的，好像没有适合我的样子哎。行行行，好像没有什么适合我的哦，这里都比较成熟的那种风格哎。吊带粉色，哇，这个也太性感了。我们去换家店吧，换家店换家店换家店啊，兄弟们等一下，我们去找一家可爱一点的。哇，你看这个好有特色，哇，好漂亮啊。耶、yeah, ，跟我拍个合照行吗？漂亮，我让我在这里留下纪念。OK OK， 拍到了，拍到了，拍到了。行，同窗
我也想找一个童装啊，那我们还是先唱首歌吧，然后边找边唱吧，哈。唱什么嘞？我看一下，唱一首《追光者》，这个好像也是当年大家特别喜欢的歌曲，《追光者》。正面。追光者送给大家啦，慢点吧，有点晃。如果这不对，这个伴奏不对啊，换一个来，有吗？谢谢。哦，背景音乐还是可以有是吧？行，那待会我说话背景音乐就小点就好了，行吧？嘟嘟嘟嘟嘟，谢谢新感觉。追光者，如果说可以开，哎呀，这个伴奏不对呀，兄弟。我的伴奏库里找一下行不？大天鼓里天才，可以往后面拉一拉听一听吗？你就知道了吗？算了，换歌吧，我服了。不是的，这个房子就是这种做旧的风格，你知道吧？是这种风格，怎么会是破嘞？切！哼哼哼。行，我看到你们想听什么，日不落，行，来一首日不落送给大家，蔡依林的日不落，因为现在太阳还没落山，虽然是七点二十了，等一下吧，深圳天都黑了，不会啊，广东应该一般黑得更慢的，不穿比基尼就穿羽绒服，我现在正在找服装店，等我找一家童装店好吧，给你们选一个童装。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能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爱的巴士总是走了又停，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我要把爱全装进你心里，陪我一起旅行，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走，我在成都东郊区，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哦，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
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安慰绵。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安慰绵。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清晨之星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耶，麝香夫人，又是麝香夫人，谢谢零零好物，谢谢你的酷洛的么么哒。淋雨一直走，可以，待会儿可以唱淋雨一直走。哎呦哎呦，但今天没有下雨，我眼睛真的没那么怪，可能今天化的妆，昨天熬了夜吧，很怪吗？你们不要再说我了，长胡子了。哦，这里有个舞台耶，哎，这里有个舞台，你们看一下。哎，这个舞台不错耶，待会儿我能不能在上面唱个歌？还在唱成都，感觉那里是不错的哟。哦，行，那我们前面衣服店就要到了吧。衣服店的人呢？对，衣服店走，衣服店在前面住。对呀，这个是拍摄。我上去露一手，待会儿吧，待会儿吧，待会儿走。现在一千三百多万点赞了，完了，我下一个看不到。麝香夫人唱起来，麝香夫人走起。哎，我刚刚说的是我要唱淋雨一直走是吧？我这个记忆忘了。淋雨一直走，走起。我找个歌词啊，这个伴奏是有的。低压狗来吧，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是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我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知己。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寒毒里，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梦，哦哦，有梦就别怕痛。淋雨一直走，是颗宝石就该闪烁。前面盘旋的足印，有背后结算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心灵。我决定我想去哪里，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练受伤也有心。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走时候跳上彩虹。
时候飘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我说希望就在美梦天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命运一直走，是那灯光盛开脑上，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命运一直走，是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谢谢星火箭闪亮登场，谢谢游生若梦，谢谢老 Q， 谢谢老 Q 的礼物，谢谢游生若梦，谢谢路飞，谢谢少帅，谢谢声卡姐，谢谢海王，谢谢新感觉，大家可以给右上角的榜点点关注哟。哎，我看到了一些服装店呢，因为我们刚刚点赞不是到了10000万嘛，我说你们说要让我去直播买件衣服，因为昨天这件衬衣是那个小杨哥那里已经直播就穿过了，然后今天没来得及换，就马上来东郊记忆给大家直播了。现在我们就进去选件衣服，让你们选好不好？走。刚刚看到弹幕说要一件粉红色的小吊带，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吧。啊，走吧走吧走，去吧。70级的大哥 ，Hello， 欢迎来听我唱歌。我可以就是直播，我现在在直播买件衣服可以吗？可以的，好好的，来吧，我们来选一选。我刚才这边有小粉色的小 T 恤，好看不？我感觉这个小狗儿不错，这个吊带也不错，可以放点小音乐哈。哎，这个不错吧？这个怎么样？如果要的话你们就说一，不要的话就说二。我这样换啊，换到哪个你们就说一，然后大家帮我统计一下，他们喜欢我穿哪一个，我就去换啊。我要给你们挑战30秒内换装，如果没换成功，到时候你们倒数，弹幕倒数，如果没有换成功，我就给你们直播送台手机，就这样定了。还有这个，这三个小粉丝我们选一个好吧？来，这是我们来弹幕选择了啊，一，二。来吧，你们想我穿哪一件？现在开始。我耳麦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话了？喂，来吧，你们选哪一个啊？吊带，哎呀，都说是一。行，那我现在就去试衣间换这件衣服。但是，我这个身上有这么多线啊这些的，我先把包拿下来啊。你们帮我倒计时30秒，30秒，我如果挑战成功，我就不给你们送手机，好吧？挑战失败，我就给你们送台手机。并且在店门口给老板唱一首歌，好不好？我刚刚看弹幕说你要在店门口招揽生意，给他唱首歌。行，这个算什么？老板，老板，老板，这个有小号吗？最小号，最小号就可以。好的，糟了，那个有点，还挺好看的哈。我现在在服装店里面呀，你们不是要看我选衣服吗？粉色裤子还有啊？哪有粉色裤子呀？这个啊，是这吗？我感觉我现在怎么像一个带货博主？没有粉裤子，你们是看错了哦。这个，这个太大了，兄弟。好的，有慢有小，有小号，太好了。有小号，那这样吧，等我唱完这首歌，我就去给你们换衣服。正好现在我就在店里给你们把这个歌给唱了哈。这样你快过来，我在这儿唱。老板正在找衣服，那现在你们想听什么？我现在就在店门口啊。你们听卡吗？不卡吧，有点卡。那行，那就用这个。耳麦还是一直有问题。唱首什么？我问一下老板，问一下老板好吗？哎，老板你喜欢什么歌呀？我们送你一首歌。他不是老板，行行，问一下问一下。老板你有喜欢的歌吗？我在这唱一首歌送给你。周杰伦的可以吗？可以。
晴天是吧？行，那就在这儿给你唱啊。好的，晴天音响走起。晴天有没有？我得升四个调。哎呀，还好这是我会，不然太尴尬了。我找一下啊，音响有吗？晴天，送给老板的歌曲，他去帮我找衣服了。光还不错哎。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记忆一直晃到现在。Re so so si do si la so la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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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i la so，着前走，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下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教室的下雨天，我好想再离别，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是离开。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是看不见。很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哟，点点赞哟！马上去换衣服了，我现在准备换衣服去。老板，那个小号的吊带已经找到了。为你消失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消失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离别。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淋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打到我看你不见，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雨渐渐打到我看你不见，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说了一天 OK。别晃了，对对，就不要，也不用一直晃。哎，我的吊带来啦！香，看到没？我的小吊带，我现在要去换衣服了。Hello， 我现在戴上了耳麦，试衣间就在这里。你们倒数，现在挑战开始，倒数30秒，慢一点，好吧？我会直接在边换衣服边看你们的，然后呢？我看有没有换完这件衣服，如果没有换完我就直播抽一台 iPhone 手机送给你们，如果换完了那我就挑战成功，好吧，我现在进去了啊。他拍我吧，拍我进吧，好不好？拜拜，我要来换衣服了。
等我三十秒，倒计时开始。好，现在倒数了。哎呦，这个耳麦要炸了！为什么开除摄影师啊？来了，开始，现在是三十，开始，先开始。哎呀，没拍到我脸吗？好吓人啊！等我。喂，哎呦，我现在在穿了，很快，很快，几秒了？哎呦，我出来了，我出来了！我看看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哎呀，挺好看的，哎呀，挺好看哎。我是不是挑战成功啦？你们说算不算成功啊？如果算成功，我就那个不送了啊。我看一下，哎，这还挺好看。只不过我把线都穿在里面了，太尴尬了。因为如果再脱线的话，有点来不及。好看不？好看那就我挑战成功没？挑战成功你们就说成功。如果没成功，你们就说没有。成功了吗？成功了我。耶！行，我没穿反。这是什么鬼啊！你们，来给你们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样子。耶，行，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给你们送 iPhone 了吗？有点不好吧？这样吧，我刚看到又有小伙伴在说 Timo， 那这样吧，他说 Timo， 你能不能找个餐厅去唱歌呀？找个餐厅让老板让你上台给顾客们唱首歌，就跟这个现在一样是不？行，那我们去找个餐厅好吧，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老板商量看他能不能愿意让我在店里面唱首歌，好吧，那我们这样吧，点到3000万赞我就去做这个事情，你们如果没点到3000万我就不挑战了哈。虽然我刚刚挑战成功了，但是我们的福袋还一直在抽奖哦，左上角关注加粉丝团，然后福袋抽不停哦，现在开始抽奖了哟。我失败了吗？没有，行，这么多小伙伴说我失败了，行吧，我觉得听你们的吧，因为我觉得也没什么，如果你们只有一个人说我失败了的话，那我还是把这个手机送给大家吧，这样吧，这一次送平板，下一次我们送手机好吧，送一个 iPad 给大家。话筒呢，你们听得卡吗？卡说一声。这样吧，就是 iPad 福袋，现在这个福袋抽完，我们就给大家送一个 iPad， 就因为我刚刚挑战你们说失败了，好吧，就这样决定啦，行不？关注加团，左上角福利抽不停哦，我们现在正在抽的是抖币，等这个福袋抽完，我们就把 iPad 送给大家哈，因为我挑战失败了，哼哼。行，那我们点到3000万赞的时候，我就找一个餐厅去餐厅给顾客们唱首歌，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的一个社死，然后是一个相当于不尴尬挑战吧，锻炼自己尴不尴尬这个问题。行，那现在继续给你们唱个什么嘞？爱河好不好？唱一首爱河。爱河，走吧，我们出去吧，小心，我们已经付款了啊，放心，你从这个顺便呗。标签是不是没扯呀？那就尴尬。但是我们工作人员已经付款了，我不会就穿着就跑的啊。开了我已经褪了色的相册，看不到彩虹的颜色，虽然模糊了你，但我看清了自己，守在诺言里骗着自己。哦，为什么说不出口？难道分手太低了？这个怎么这么低啊？高一个调。让你重新。
会不会爱我？爱情让人拥有快乐，也会带来折磨。曾经和你一起走过传说爱的爱河，已经被我泪水淹没，变成痛苦的爱河。调性有点奇怪哈，爱河左上角福袋在抽奖哦！哇，这里好漂亮，这是什么？火车头，你看看，哇！哎，西藏过来的，哇，辛苦了，辛苦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车头，你慢点儿。火车好吗？拍我和火车，这个开除。哇，这是谁？谢超凡的金色抖音号，谢超凡。看得见吗？来来来，好的，有点黑哈。对，没办法，相机直播就是这样。哦，晚上没有灯光，要求很大。你看，这里真的是一个火车哎，我来看一下，你看。这个火车应该不能开吧，在这儿。这里还有咖啡店，好漂亮啊！我想进去喝一杯 coffee 啊。远一点，不然看不到我的火车了。这个火车被我承包，我要上去开火车。嘟嘟嘟！啊，送给我，这是你的呀，送给我。你这个人真搞笑，这位小朋友。啊？什么是承包呀？音乐火车。音乐火车，行，我努力。你报的音乐火车吗？不是吧？你们别在这乱说。哇，你看这上面，好漂亮呀！东郊记忆，看到没？哎，这里。哦，这是一个咖啡店。哦，这是一个咖啡店，还挺漂亮的。哦，这里是咖啡店。行，行，那我们往那边走吧。火车看完了。是并不能真的开的火车，但是这上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标哦，在东郊记忆。杜琪儿咋了？杜琪儿，那我们唱个《奢香夫人》吧，好不好？《奢香夫人》还是什么？没有，不唱《奢香夫人》，换一个。已经2100万点赞了，完了。那是我还以为3000万今天达不到嘞，那如果点到了，我待会儿就找一个。餐厅，去餐厅，然后当众给顾客们唱一首歌吧，好不好？看大家会不会鼓掌。这样吧，如果餐厅老板让我在台上唱一首歌，并且我唱完了，那我就挑战成功。如果没找到，老板都不让，那就挑战失败，就给你们送手机，好吧？就这样定了。但是要点到3000万哟，就看你们的手速啦。待会儿进去看。我看到大家想听一首，《易燃易爆炸》是吧？行，那就来个《易燃易爆炸》吧，陈丽的，我搜一下啊。放心会有你，易爆炸。每分钟零距离，听你说哈密家的甜言蜜语。记得关注我哟，加粉丝团哦。然后每次我会在粉丝团跟大家聊天，开播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并且加入粉丝团小伙伴有免费的人气票，记得送出来给我哟，不然就浪费了。每天看满20分钟直播就有哦。左上角看一下。怕我疯魔，还怕我见血不渡，我想我冷眼，还想我轻巧又下贱，要我阳光。还要我放心，不要忘记我苦笑无助，还惜我心如枯木，赐我梦境，还赐我很快就醒醒，与我沉睡，还与我蹉跎慈悲，爱我纯粹，还爱我赤裸不避退，看我自弹自唱，还看我痛心。
心断肠，愿我如愿，还愿我满里有蓝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雪不断撞，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独，为我撩人，还与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眸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而成，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清醒与我沉睡，爱与我做共慈悲，爱我纯粹，还爱我赤裸不迷醉，看我自弹自唱，还看我痛心断肠，为我撩人，爱与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眸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错不而成，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还请我眼睛透深，似我生分，还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还有我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还愿我徒有泪流。哇，这里是啥？我看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走吧。这里没啥狠的啊，为什么要来这里？走，你去那边吧。我想去那边看看。哎呦哎呦！Sorry， 吓死我了，差点摔倒。走，我要去那边。这边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滑板场，很漂亮哎。好像有很多人会在这里滑滑板，我有很多人会在这里滑滑板呢。已经2500万点赞了，行，找了3000万，我要去找餐厅唱歌了。我现在还没找到餐厅，我正在找嘞，哪里有餐厅啊？哎，你看这里就是有一个滑，不是滑冰，滑板，就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会经常在这里练滑板呢，很多帅哥美女。啊，我们往这边走吧。我去找一下餐厅了，慢点吧，你们这样我看得很着急，太那个了，注意我也不要安全，差点，我刚刚是因为不是有小伙伴在拍我吗？我想比个耶，结果没看路来着。麝香夫人，行，唱个麝香夫人吧，从1分半开始唱。麝香夫人，那我站在这里唱。麝香，我找一下啊，我也要看伴奏的呀，手忙脚乱。我们边唱边去找一家餐厅哈，应该快找到了。是1分半开始的吧？1分半。哎，有音响吗？有音响吗？啊，有的。麝香夫人送给大家。越过绵绵的高山，越过无尽的沧海，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到花开，请你轻轻留下来，让梦卷走这尘埃，长飘在书香之外，走向美丽的天籁。
跳上水潭，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是苍天对你在呼唤？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孤梦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台。在心头绕，我们记忆的频调，善良的心跳，有有，别走。顺着你的路，一些痴心跟着你那坚强的脚步。如果天留得住，如果你也把那个住，愿你就在这片雨水间常住。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台，有没有人能告诉？点赞哟！你尬不尬？尬不尬？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是在成都的东郊记忆哦，现在时分是7:57，是7:57。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现在天已经是深蓝色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往前走吧。Hello，Hello， 别转了，我是说，你可以转慢点，刚刚转得太快了。刚好遇见你，哎，刚好遇见你可以啊。没事，慢慢来啊，慢慢来。好的，你录吧，我们去找一下。哎呀，这个餐厅在哪里啊？我们现在马上都3000万点赞了，完了，我要去挑战了，在餐厅唱歌。我要找一下餐厅。我找一下，应该在这边吧。我好像闻到了饭味，我们要随着饭味去寻找。卡了吗？谁卡？是什么卡？是什么？坏女孩。那我们在找的时候唱个坏女孩送给大家，好不好？大家点赞哟，点我的脸就可以啦。我们点到3000万赞，给大家去找个餐厅唱个歌儿，找老板。Hello， 我是女神经啊，不是女神啦。谢谢你，好漂亮啊。行，那我们就来一个吧。跑得真快，昨天还在小杨哥那里，对，我就是跑得很快啊，飞过来的呀，衣服都没换，所以刚刚去就是你们帮我选了件衣服我穿上了。那现在我闻到了一些川菜的味道，我们看在哪边，走吧。那我们唱一个坏女孩好不好，但是得降一个调，唱一个徐良老师的坏女孩。这边好多吃的了。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那是我放开你的手。还没开始。那是我放开的手，转过身，只剩了把手。我好像唱错了耶，我们再来一次吧。
我这个没办法，不是我在放风，就是我这个坏女孩，我是坏女孩才怪。 Sorry I'm so sorry。 那是我放开了的手，转过身只剩了保重，你话都没说，却哭了很久很久。我喜欢坏坏的女友，我喜欢自己的感受，你单纯太过，多余了那些温柔。你消失在无名大街，从此就没有再见面，好长的时间才没有你的来电。再后来就摆了房间，舞池里跳动着音乐，熟悉的侧脸，哦耶耶，迷人的笑脸，心事写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街，黑色的眼神，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在谁的怀中会有感觉，被爱的深夜我在想念，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却回不到从前。坏女孩是谁？好啦，好，这个虚化这么重吗？哦对，刚好遇见你好，那待会儿我找个餐厅的时候唱好不好？嘟嘟嘟，大家点点赞哟，到3000万了吗？哦，已经到了，好像餐厅前面就有个餐厅，不着急啊，左上角关注加福袋哟。那是我放开了的手，转过身只剩了保重，你话都没说，却哭了很久很久。我喜欢坏坏的女友，我喜欢自己的感受，你单纯太过，多余了那些温柔。你消失在无名的街，从此就没有再见面，好长的时间才没有你的来电。再后来就摆了房间，舞池里跳动着音乐，熟悉的侧脸，喂笑脸，心事写，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街，黑色的眼神，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慢点，在谁的怀中有所感觉，被爱的深夜我在想念，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却回不到从前。然后我安静地发现，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语言，曾经你纯真的永远让我不顾一切怀念。迷人的笑脸，心事写，慵懒地靠在陌生的脸，黑色的眼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在谁的怀中会有感觉，被爱的深夜我在想念，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却回不到从前。I miss you。 走吧，我知道了呀。哎呦，我们下次一定不能再用相机播了，我这个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动作动得太慢了。嗯，走吧。啊，好像快到了耶，谢谢大家的点赞哟，我们到3000万了。我现在要去找一个餐厅。哎呦，我走的汗流浃背的。哎呦，我的包在哪儿？不会落在服装店了吧？在这儿，我不见散粉好吗？耶、有什么意义？确实就是好像没什么意义，这样播哈，很有意义啊！东郊记忆是这么好看好玩的一个地方，你们要来这里玩呀？哎呦，主要是我们相机这个可能虚化有点严重，可能拍不到跟大家的互动啊这些的就有点不大好，不过之后我们会优化的，放心啊，因为手机测试没有还没测好，之后会不断的，我们会优化我们的设备还有我们的直播方式的嘞，带大家去各种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
在那里唱歌，好不好？哦，凌云一直走，我还没有那个吗？凌云一直走，哦，这里有个小舞台，就是刚刚路过的。走吧，我们跑起来，好了。哎呀，走走走喽！你看吧，这个摄影师根本来不及。行，开除开除。这里在唱歌哎。这里也在唱歌，相机还是来不及，虽然还有稳定器，但是晃来晃去的还很慢。我做完一个动作啊，或者跟别人说完话，然后再拍过去就根本拍不动了，就根本拍不到，光也不行。来吧，游戏环节送礼物，送礼物。对，我现在就是去找到了一家餐厅，然后准备去找一下老板，让他看他愿不愿意给我唱首歌，在餐厅里面。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挑战成功了，然后就再给大家送一台手机吧，好不好？不对呀，我不是要挑战失败才给你们送手机吗？这个光，因为这里有一些绿光，哦不，蓝光。下次如果我们用手机播应该还好，因为手机它的光的话会自动优化一些了，加一个小小的打光灯就可以了。一个人看旧电影，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已经让自己决定。对，我在东京机平板还没送吗？好的，放心，绝对不会啊！这工作人员可能是动作慢了点，现在就已经开始抽了，正在送哦。现在左上角我们的福袋在抽平板，就是刚刚我挑战失败的那个平板，现在送给大家。大家左上角点点福袋，开始抽奖。让自己再审核了啊，马上。我们因为还是每次抽奖还是要审核的。没有，我们团队没有多少人，这很多都是那个过路的小伙伴，还有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记忆。哦，这里，哇，好漂亮啊！这不是我们刚刚路过的，有点像电影里面的那种感觉啊？是吗？我明明看到那边有家餐厅，你在胡说八道，就是想我挑战失败。我刚看到那家有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厅，然后他们都会穿着就是之前古代的一些衣服，还会在上面表演。我知道这家餐厅的。好，福袋现在左上角已经发出来了哟，大家左上角点点福袋就开始抽奖喽。没有了，关注我的直播间哦，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到4000万的话，到4500万赞吧，就去刚刚那个小舞台，就是刚刚有一位那个歌手在那里唱歌的那里。不行，到5000万点赞再去，我觉得这个不然你们点赞感觉太容易了，我就去那里唱歌好不好？那个就是我的最终舞台，行吗？待会儿5000万点赞，我就去刚刚那个舞台。你看到没？刚刚摄像机不是照了一下吗？就是一个那个小舞台，去那里唱歌哈。5000万点赞的时候，行，走吧，我们去数烟府。数艳富，我去问一下这个老板，问一下老板看愿不愿意。Hello, 哇，这小姐姐她们穿的好有特色呀，都是汉服，你看，好漂亮啊，都还带着这个
古代的面罩，好有特色，我都好想尝试一下。哎，这里怎么上去了？哦，前面行。走吧，我们先去看看。哦，没事，行。好香啊，这里，让我在这里坐一下吧。我们在门口看看，这个小姐姐在这里。啊，这。坐下，休息哈，休息哈，让我来看一下啊。哎，真的，那个汉服我都想穿了，下次给你们穿汉服直播。啊，这是送给我的吗？哇，这是啥呀？这是一些糕点，对不对？哇塞，好漂亮！你看，开心。这是绿豆糕吗？绿豆糕可以吃是不？还是爱心的，绿色的爱心。嗯，绿豆和黄豆做成的，很好吃。有没有纸巾呀？哦，下面还有的。哇塞，这么丰盛吗？这是？他们说卡，不卡呀。哦，我随时在关注你们的感受，知道不？这里有，哇，下面是麻辣的东西，还有这是核桃仁吧？正好我饿了，对我这么好啊，给我送的吗？还是说来的人见者都有份啊？男人都会那个，我想请这个，我们刚刚外面有很多来听我唱歌的小伙伴，我给他们品尝一下，好不好？我给他们吃点，来，要来吃点东西啊，要吗？拿一点吃啊，拿一点呗。很好吃哎，啊，要不，弟弟，谢谢，没事儿，你们要吗？尝一下，挺好吃的，饿了吧？都走走着走着，来来来，这里吃呀，随便拿一个。尝一下好不好吃？嗯，好吃。可以，谁在叫我？谁要用的？来拿点拿点。谢谢。没事没事。来来，好抓抓抓，小心啊小心。好的。那我们去里面看看老板愿不愿意让我唱歌去了啊。走吧，书可以往里面走了。待会儿把这些也再分给这些小伙伴，然后我喝口水，有点渴。哇，冰水好喝，舒服。嗯，你们还卡吗？你现在好像不卡了呀？为什么我看他们都说卡呀？你们是什么卡呀？音频卡，音频卡还是画面啊？我不卡，现在好了，你们重新进一下直播间就好了。还有，我跟你们说，右下角有三个点。清晰度选择一定要选蓝光，会非常的清晰，音质会很清晰哦。还有你们在直播间外面听的话，音质也会差哟，所以要点进我的直播间，有很多趴在窗户看的，知道吧？好，走了，我要去找老板了，走 go、求求老板给我唱首，让我唱首歌吧，有点小紧张。那我待会儿如果上台，如果我可以唱歌的话，你们说我唱什么歌嘞？唱个古风的歌好不好？你进来就卡，我不卡了呀，不卡，唱一个，我觉得唱个古风的歌还不错。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啥，在表演吗？啊，都是穿汉服的小姐姐，好漂亮。谁的小？一哥出来了。哇，哇塞，这里是个这种，哎，看一下，好有仪式感。老板在哪里啊？你好，你们老板在吗？老板吗？对，我想找老板来协商一下。稍等一下。对，我们在直播。我们找一下老板。啊，你是老板吗？没有没有。哦，好的好的好的。啊，怎么走呀？这边。好嘞好嘞。各位亲爱的贵宾，大家周末愉快。哇，今晚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带给大家。我们中国的一位知名歌手。抖音平台知名音乐人冯提莫小姐，好好好，今天来了，好的好，好的好的好，来到了我们的熟练部，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哇，谢谢。这直接就剧透了吗？这行，我刚刚还说我要唱
广寒宫，结果这个主持人是知道我要唱广寒宫是吧？行，行，那我就在这里唱了啊。行，谢谢老板啊，谢谢老板让我唱歌，那我就不去找你了吧，老板。既然你都已经预告了，那我就在这中间啊，我们把音响上上来，给大家唱首歌。音响铃。哦，音响在。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冯提莫。好，非常开心，我现在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希望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哦。叫做《广寒宫》，送给大家。行，就在这唱啊。我找一下伴奏。找一些歌词儿。这里有个 T 台，我是不是可以走一走？午夜时分，月上枝头，谁为谁心疼？一杯浊酒加在心头，谁让谁心冷？只剩混沌微微落落，还诚惶诚恐。阴差阳错，天地分别，谁成了英雄？广寒宫阙之中，锁着他的寂寞。桂树花影霓虹，管他雕梁画栋，只愿沉孤目中，化作一丝温柔。云涛翻涌苍穹，是他遗憾相思愁。一幕屏风，画出影身，幻影尘间，奈何浓深不由己几分。长河渐落，破晓与星辰，玉兔金蝉逐我瑶城，再伴吴君神。在的，我光有点。广寒宫，我有点尴尬。午夜时分，月上枝头，谁为谁心疼？一杯浊酒加在心头，谁让谁心冷？只剩混沌微微诺诺，还诚惶诚恐。云彩用错天地分别，谁成了英雄？广寒宫阙之中，锁着他的寂寞。桂树花影霓虹，管他雕梁画栋，不出一丝孤舟，化作一丝温柔。云涛翻涌苍穹，是他遗憾相思愁。云幕屏风，画出云深，花影尘间，奈何浓深不由己几分。长歌渐落，破晓与星辰，玉兔金蝉逐我瑶城，再伴吴君神。左上角福袋在抽奖哦，哎，小心！云幕屏风，画出影身，幻影尘间，奈何浓深不由己几分。长河渐落，破晓与星辰，玉兔金蝉逐我瑶城，再伴吴君神。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冯提莫哈，然后没对，好的好的，对，现在抖音现在只有220个人，我希望我早日破万，加油。好，拜拜拜拜，大家吃好玩好啊，走啦走啦，是吗？关注我的抖音哦，加粉丝团哟，拜拜。啊，我上来干啥？是吗？关注我了没？关注了，关注。下次我再来玩哈。再来，下次来，下次来，我还有事，我还去挑战呢。下次来，拜拜，拜拜。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来这，他让我上去，我感觉那位客官，我感觉那位客官，我感觉那位客官。像喝多了一样，看着脸色有点微醺，你知道吗？在那里面色泛红，我有点不敢，有点
不是特别敢上去的样子，不然的话我还是挺想上去在包间给包间的客人唱一首的是吧。而且他们穿的汉服我觉得好有特色哟，在这里吃饭是不是也能穿汉服来吃，还挺好玩咿呀咿呀咿，我带了还有个耳麦，今天耳麦有点问题，我们新的还没寄到呢。陈姐还不赶快把耳机寄过来啊。这个餐厅是啊，我觉得这个餐厅好有特色呀，你们下次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下次也再来吃一吃。而且哇，它的大厅也非常的有特色啊。这是我的水，我再喝点。哎呀，没有变成下个东西吧。嗯啊，原来它是柠檬水，好喝。哇，可多呀啊。哎，那既然刚刚我们唱了广寒，唱了广寒宫，我觉得古风歌还蛮好听的，要不我们再唱一个古风歌曲好不好。不过啊，我在看你们呀，你们想点什么歌啊说吧。对，我看着很瘦吗？还是说你说我拉远的话看着很瘦？我这个镜头没有瘦身嘞，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穿这个衣服看着瘦？客观不可以，行，我就在这唱，来一首客观不可以啊，送给刚刚那位客官，他不是说在看我直播吗？客官不可以。客官不可以，声音小点，好像听到了外放。No， 客官不可以，你靠得越来越近，你眼睛在看哪里，还假装那么冷静。客官不可以，你靠得越我神气，气质还那么多情，小心我真的生气。哦，客官你是不是弄错了，好像我没有点这个赞，又矮又胖又找不到样，虽然有点可爱味道。小姐你是谁家的城堡，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挡住电视真的看不到，你说的话莫名其妙。我每天都在想你，想念你身边空气，想念你坏坏演技，你现在哪里，我每天都在回忆，回忆搞笑的相遇，回忆悲伤的结局。客官客官客官不可以，客官客官客官你在哪里，客官客官客官我想你。小姐小姐小姐不可以，小姐小姐小姐别伤心，小姐小姐小姐对不起。我嘟嘟嘟嘟，好啦，就唱到这儿吧，因为后面我那个词儿不是特别熟了。走，我们看到的这有一面墙，我之前来过东郊记忆，来过很挺多次的，来这里逛街啊买衣服啊拍照，有一面墙特别的有特色，我带你们去看。走吧，还要找个餐厅啊？你们要让是不是让我在东郊记忆每个餐厅唱一首歌呀？那这个老板，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呀？就是如果有遇到不喜欢我的怎么办啊？你们说的每个人都愿意，每个老板都愿意让我唱一样。如果你是老板，你愿意让我进去唱歌吗？刚好遇见你，好嘞。对，外面很多来听我唱歌的小伙伴呢。这里的灯光是蓝色的，那我们。行，4000万的话我找个舞台去唱歌好不好，找一个就是小舞台，就刚刚路过的那个上面有歌手在唱，我们待会儿如果到5000万点赞了我就去唱。现在才多少，3700多，哎呀也很快了我感觉。走，那我们来一首刚好遇见你，然后我们去打一个卡，在这里打个卡，那面墙特别好看，刚好遇见你送给大家。哭了伴奏，我们笑着，这有个我的版本吧，
我们刚好遇见你，送给大家。好久没在户外唱这首歌了哈，有点回忆。你们听过这首歌吗？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刚好遇见们，我好像都记得住词，谢谢大家。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这里灯光太不好了，我都不想把嘴对到镜头前，主要是我们的设备啊，这个光就是下次用手机播就会好一点啊，不然的话我眼睛就真的有点亮瞎了。好，遇见你们，谢谢大家，可以关注我的直播间，左上角点点我的关注，旁边有个粉丝团是黄色的星星，记得加入我的粉丝团哟。加入粉丝团可以送出免费的人气票为我助力，谢谢大家为我助力哦。然后呢，福袋我们会一直在抽奖，待会儿5000万赞的时候，我就去在东郊记忆找个那个小舞台，在上面给大家唱歌，作为我的那个不尴尬挑战，好吧，不社死挑战。射死挑战，这个灯棒太亮了，就是照的我的脸好油啊。待会儿吧，我们待会儿唱完合照好吧，待会儿能合呀，当然能合照了呀，我们待会唱完了就可以合照。哦，对，马上4000万赞了吗？哦，是。哎呀，糟了，要5000万赞了。我能不能在5000万赞之前下播？这样我就不去当街唱歌了。咦，好像要到了。嗯，你可以在这边买，不一定非要在前面买，你绕一绕嘛。这里好漂亮啊，寂寞。我们只能背景这么虚化的吗？背景只能这么虚化吗？
佛系少女我刚刚唱过了。好嘞，行，我看一下那面墙在哪里啊，那面墙好像要到了哇。哇、啊、跑了跑了跑了吧，我跑得好快，你能不能在前面跑？是我，嗨 ，Hello， 你好啊，哎，在哪里呢？这里就有点黑黑的，关注加团，左上角福利抽不停哦，大家可以参与起来。原来你也在这里，那我现在唱一个《原来你也在这里》吧，好不好？刘若英的歌曲。所以说你们也在这里吗？你让我唱这个歌。原来你也在这里。开始，快唱。不对，不是这个伴奏。伴奏，伴奏。原来你也在这里，你也在东郊记吗？我在成都，我在东郊，现在是8:30哦。你也在听我唱歌？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藏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荒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哇，我们到了，你看。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走出心情，爱是千山万水的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哈。哒哒哒哒哒，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行，我们走到成都这里了。我觉得这里很适合唱成都，哎，因为它背景墙就是成都，是不？我在这儿，我看一下拍出能拍得出我的样子吗？这个灯好亮啊，拍得到吗？
看得见我吗？啊，看得见。耶、yeah ！我在这儿打个卡，帮我拍个照吧。啊，帮我拍成1.8米大长腿，谢谢。哇，这个光好爽，死亡灯光。一个心，好了，我在这唱个成都吧，唱个成都，成都，但是也得降个调，因为那是男生的调，我得高八度唱。哦，直到
小酒馆的门口。成都，好嘞，这里真的很漂亮哎，这里可以来拍照打卡。啊，这首歌挺多的，这首歌还挺多的。我们待会儿，我们待会儿唱完了来合照哈。好嘞，注意安全啊！行行行，走吧。提莫，哎，哎呦，来一个，等一下。哦哦，能不能比个耶呀？耶！谢谢，谢谢。是你老粉丝，回来一个。是吗？好。往前走吧，我看一下，4500万点赞了已经。谢谢谢谢，5000万点赞我就去那个小舞台唱歌。我不知道能不能，我衣服穿反了吗？我衣服好像没有穿。哦，我背后有个窟窿，你们这些人想让我反面正穿是吧？看看我的背后，穿反了，那我这尺度得多大呀？走，我们的5000万点赞，我就去给大家找个舞台唱歌。但现在还没到，所以不去。呵呵呵。哇，这里好漂亮啊，星光点点的，这是哪？这是一个小清吧吗？还有人在玩。哇，这里是一个大舞台。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大舞台来玩。哇，这里好漂亮啊！哎，哎，谢谢，谢谢。啊，谢谢。哎，你好，可以拍个照吗？对。你现在看到了吗？哎呀，我们待会儿唱完歌就跟大家合照。我能不能去这儿坐坐呀？我看这里好像挺漂亮。我来看一下。咦？我看一下这里能不能好看呢？这里拍出来能不能好看呢？我看看样子。哇，这个光算了。有点死亡，有点死亡啊，有点蓝色。你们还想听怎么呀？我问一下现场的小伙伴好不好，他们选听什么，让现场的小伙伴点点歌。这位先生，你喜欢听什么歌吗？大叔不要跑。大叔不要跑。大叔不要跑吗？啊，对啊，大叔不要跑。他想听大叔不要跑。行行吧，我也不能不满足吧，是不是？行，那就来一个大叔不要跑送给大家，音响请。我们去那边找找。我们待会儿呗，我们唱歌。Timo 不要跑。大叔啊，嘿嘿，大叔啊，不
注意一下我好不好啊？什么？不加粉丝团？打死你！大叔啊，求求大叔啊！谢谢大家说好听，哎，我看到你们说好听啦，谢谢我们的游山若梦的哦，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左上右上角的榜单的哥哥姐姐们弟弟妹妹们点点关注哟，谢谢大家，还有谢谢老 Q， 谢谢雷雷，谢谢路飞，谢谢大叔呀，还有大叔，嗯，嘟嘟嘟呀，这个时候想起了一首告白，告别气球，马上过来，好了，我们也想美女。你好漂亮，你也好美，谢谢。天哪，你好看，大家都很美。哦，马上就5000万点赞了，糟了糟了，马上就5000万点赞了，我要去舞台上唱歌了。好，可以呀、啊，谢谢。啊，我天哪！啊，谢谢。糟了，我好像看到舞台了。哦，已经5000万了，完了。啊，慢点慢点，我想一下，让我平复一下心情。我看到那个舞台了，那我上去唱什么？唱告白气球啊？你们想让我上去唱什么？现在已经5000万点赞啦，你们要让我上去挑战，当众在小舞台唱歌。那唱甜歌还是情歌？来，二选一，一甜歌，二情歌，弹幕扣起来。听你们的吧，听你们的。已经5000了，哼，哎呦，有点害怕，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个在外面的小舞台了。谢贝昂，看得到。哎，你的手都在抖啊，慢点吧。那我们拍个照。哎，好嘞，谢谢。肯定是佛系少女。视频拍得太清晰了，连胳膊上的小痦子都看见。我胳膊上有小痦子，谢谢。没挤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啊。哎，现在我们有歌手在上面唱吗？有的话，我先等他唱完。我们在这儿等一下啊。红色高跟鞋，你想听什么？红色高跟鞋。还想听好多你的歌，是吗？你关注我抖音没？以前你在斗鱼的时候就某鱼，我现在在抖音啊。关注没？关注了。粉丝还加没？有。我检查一下，不然我不唱啊。好呀好呀，谢奥特蛋蛋。谢谢奥特蛋的热气球，这是啥？签名啊。哦，好嘞。帮你画个爱心给你，没事。好，我们在这等一下呗，因为我们点赞到了5000万了，我们待会儿就去这个舞台唱歌。稍微等一下啊，可以合唱吗？那我上面有个歌手在唱，我们能不能直接去跟他合唱呀？如果合唱的话，合唱啥呢？你们说，那上面有个男歌手，你们说一下吧，有哪些适合合唱的歌呢？狼的诱惑呀，上面有，哎，他在唱，这首歌叫什么来着？我们一直热的失去了这样，我想修炼爱情哦，修炼爱情。我当时我说小哥哥，我能跟你合唱一首吗？然后正好我们有两个麦克风，我跟他一起合唱好不好？你们说跟他合唱什么？千夫的爱，哎，有点甜，合唱不错啊、哦。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啊，行，我们往这边走，小心啊，小心啊。在唱呢。
我站到那里去，等一下啊。咱们能合唱一首歌吗？好，可以让他给你拍照片吗？啊，西西，西西看这里，西西，哎呦，有点逆光。谢谢，我们等这位小哥哥唱完啊，等他唱完。好的，我现在50,000赞了，我们那就发个福袋，发手机。刚刚说的50,000赞给大家发手机，福袋上福袋，手机走，左上角福袋，开始抽奖，不要忘记抽哦。没事没事，收敛爱情的心酸，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原谅，为一场恋去于你身上。别再想念我，我们受不了这样。马上唱完了。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愿。左上角关注我的直播间，每周三周五周天来听我唱歌。现在我们正在等这位在那个小舞台唱歌的小哥哥唱完，然后我就上去跟他一起合唱，好不好？合唱一首甜甜的歌曲。这样吧，狼的诱惑有点甜，二选一。一狼的诱惑，二有点甜，弹幕扣起来，你们想我跟他合唱什么？看他会不会？哦，好听好听，谢谢。我可以跟你合唱一首歌曲吗？可以啊。你会唱有点甜吗？我会的，这个对唱不是很多。可以用我的这个麦克风吗？我这儿也有音响，好吧？怎么了？音响，先关掉你的音响，不然会有点吵。我们会放伴奏的，音响有地方。啊！用我的麦克风。会唱有点甜吗？不太会。要不，你这有收音？喂，王，谁？哇，音响在哪儿啊？音响，音响在哪里啊？能把音响拿过来不？上音响。你会唱有点甜吗？不太熟。男女对唱的吗？啊，男女对唱，狼的诱惑会不会？素颜可以吗？素颜会不会？哦，素颜可以哦，素颜会不会？哎，这位小哥哥会唱素颜呢。那个音响别对着麦克风。你这有耳返，我这个耳麦好像没声儿了。等一下啊，素颜怎么样？音响不要对着我这。声音可以小一点点，大家稍微小一点哦。Oh, sorry sorry。嘿嘿，一二三，一二三。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小舞台，你们看一下，这里是成都成就梦想大运音浪，我们正站在这个舞台哦。不行，这个音响这样不行。一，这是为啥？他的音响太近了，这个音响可以。一二三，啊，现在好一点。一，我们这站远一点吧，站这儿。好，
素颜，小哥哥你会唱素颜，那我们一起合唱好不好？好像是男女对唱好，素颜。行，我找一下。一二三，两个，你唱这个，我用这个。我耳麦好像有点不太好使，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等一下，我找一下，我找一下歌词。可是我耳机是不是有点卡？开始了吗？还没有，我等找个伴奏啊。这个声音。这里有那个音量大小。哇，好专业。开始了哦。素颜送给大家。歌词在这。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一个人我在摇铃的车辆，我承认这样真的很安详，和楼下老爷爷一样耶。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不如花点时间想想琢磨一下模样，今夜化了美美的妆，我相信也是很美美的妆，我要倚在舞池中央，来真地带可以想象，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冬天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不画半熟的眼线，不用抹匀粉底液，暴雨天找逛街偷笑画着别人脸，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最诚实的喜怒爱乐全都埋葬在昨天，不差任何的表演，轰轰烈烈那几年，我怀念，别怀念，怀念也回不到从前。稍微有这个耳麦，这个无伤大雅。那我们依然这样，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一个人我在摇你的车辆，我承认这样真的很爱笑，留下老爷爷一样耶。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不如花点时间想想琢磨一下模样，今夜化了美美的妆，美美的妆，我要倚在舞池中央，这种体态可以想象，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冬天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不画半熟的眼线，不用抹匀粉底液，天找逛街偷笑别人花了脸，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最真实的喜怒爱乐全都埋葬在昨天，不掺任何的表演，轰轰烈烈那几年，别怀念，别怀念，怀念也回不到从前，曾经对笑的瞬间难道是一种错觉，那些流失了的就永远不会复活，不掺任何的表演，轰轰烈烈那几年，有遗憾的感觉，为何感觉那像是不见的素颜，素颜。哦，谢谢大家。哦，可以可以。哎，我唱得好。你会唱告白气球吗？会会。我刚刚看到他们很多小伙伴想听我们唱告白气球。可以可以。好，那但是我升两个调可以不？因为那个调拍的。升两个可以。行，那我们告白气球。升一个可以吗？升一个试一下好不好？我们找一下那个女生版本的伴奏。喂。告白气球送给你们。告白气球。嗯。我找一下啊，找一下歌词。完全没想到今天路演会。
会有这番情景啊。下面上面有个声调伴奏，看到没？一二三四，第四个。哒哒。我两句，你两句，好不好？可以。告白气球哦，大家点赞参与福袋哦。先。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微笑哒哒的醉。呜，花店玫瑰，颜色是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呜，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yeah、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是不是有点高了？降一个调，降一个调。啊，妈，好像被施了魔法。告白气球，大家左上角点点关注哦。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醉。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啊。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一张皮。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好听吗？谢谢大家，谢谢你哦。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朱晓东。今天在这路演是不？对对对，唱得很好听，加油、谢谢加油，谢谢。那我走了。哎，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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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来来来，话筒话筒，来，还有耳返。啊，我的汗流浃背了！妈呀，这个光能不能别照我啦？是死亡灯光！哎呀，我们就现在准备撤了。现在我们的福袋还有一分半哦，大家参与记得参与抽奖，记得参与抽奖，左关注加团福利，左上角福利送不停哦。哇，这里灯光好一点，赶快！刚刚那个灯光一直。哒哒哒哒，太阳融化了。啊，凉快了，凉快了！现在我的挑战算完成了不？我在那个小舞台唱了歌，还跟一位路演的小伙伴唱合唱了一首。我的挑战算不算完成呀？谢谢。我们先走，我们先往前走，好嘞。我们来一个什么嘞？对，
记得等几号店铺，谢谢大家的礼物哟。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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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摄影师为什么要迟了？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个机器其实挺繁琐的哈，我们下次一定简化，因为现在设备还没到位，所以我们是用这套设备。但是不要着急嘛，我是个新主播耶，我刚来抖音直播，你们总得给我一点进步的空间，慢慢适应，然后慢慢的去优化，慢慢的去改进，对不对？但今天来到东郊记忆真的好开心啊，然后见到了好多美女帅哥，然后还有好多地标，好多漂亮的建筑，大家也可以来这里玩哦。学猫叫，在这场学猫叫我太尴尬了吧？嗯，怎么这个感觉有点咔咔的呢？我们的爱，你们抢先想听什么？情歌扣一，儿歌扣二，这个儿歌就是勇气大爆炸。林允一直走，我刚刚是不是唱过呀？摄像夫人，我今天没唱吗？摄像夫人，我今天没唱吗？我唱了哇！你们这些人，你们不要重复点，因为可能随时进来直播间小伙伴都想听这首歌哈。嗯嗯，佛系少女，我是不是也唱了？佛系少女也唱了，下次再来听啦。来吧来吧，心墙可以，心墙还没有唱，那么来一首郭靖的心墙好不好？心墙可以送给大家，正好这里有好多墙。心墙，郭靖这首，行，我们去这个舞台看看吧，我来大舞台唱一下行不行？这个舞台有点太大了。哦，这个还是个舞台是吧？行，我上来，上来了。嗨 ，Hello， 这个舞台吧，没有灯光，啥也没有。可以呀、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到下面来？来来来，那我们就在这里唱一个心墙吧，科幻世界无限。可以绕一绕，好吧？来吧，心墙送给大家。耶、yeah ！慢的，还没开始，不是就是刚刚那个伴奏呀？噔噔噔，心墙 KTV 伴奏那个啊，就第一个吗 ？Come on, baby！ 我打扰我也挺好的。好了吗？心墙。伴奏，第一个就是啊。飞越，我看见自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些。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心有一道墙，而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不要碰到他们了，小心一点。Hello，Hello， 好可爱，在上学吗？在上大几了？博士，哇，好棒！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
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而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而我发现扇扇窗太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幸福晴朗的远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哇，这是，哇，这是什么礼物？谢谢张志伟，谢谢维维给我送的，这个是盖头吗？哇。谢谢维维的礼物哟，大家可以右上角给我们的榜单点点关注哦，右上角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我们的左上角有福袋，现在还有三分多钟正在抽奖哦，还有最上角有一个红色的爱心是加号，看到没，那个就是关注我的直播间，下次再来听我唱歌，旁边那个黄色的小星星，然后点击那个就是加入我的粉丝团，记得有免费的人气票哦，大家可以每天直播给我送出免费的人气票为我助力，谢谢大家，大家关注我抖音哦，关注抖音哦，冯提莫，谢谢。好的，那我们再唱一首什么歌嘞，想一下，唱一首 Honey 好不好，王心凌的 Honey 是一首甜甜的歌，我们就边走边唱吧，我找一下 HoneyH O N E Y，Honey 伴奏。哦，对对对，第一个好像就是。走吧，走了，我们稍微让一让，谢谢。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为爱为我打造贴身耳机 ，Honey， 保持神秘，你还是猜中我的心，播放我的心情，慢慢留个心，往心里微笑，哭泣，放心会有你。心贴得好近，每分钟零距离，点一首歌给哈尼甜言蜜语，再度靠近加上超多表情，更新彼此随时的秘密，爱要随身听，随时感应，和你玩哈尼找你甜言蜜语，在我心里的抗写日记，甜蜜的心充满惊奇，我放进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贴身耳机 ，Honey， 保持神秘，你还是猜中我的心，
播放我的心情，慢慢流不行。你也跑得很快嘛，你也跑得很快嘛，兄弟。好嘞，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周三晚上7点钟不见不散，来我的直播间听我唱歌哟。下一站我会去哪儿呢？不告诉你们，我就是要这种突然。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可以，你们可以在我的视频评论区写一些让我想让我直播挑战的事情，但是都要跟唱歌有关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能就是在边走边唱的基础上，也能变得好玩，好不好？好的，那记得给我留言哦，我会看你们的留言，然后记得关注我直播间，加入我的粉丝团，在群里面给我留言，我也能看见哦。左上角，拜拜，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